对，拉链的，因为我觉得普通的鞋带太普通了。 滤盒现在用的是 P100 的滤棉，可以用来过滤病毒，也可以替换成防各种毒气的滤盒，所以这个箱子可以用来防止任何的毒气。这有一个和无菌箱相同的手套，可以在不接触内部的情况下安抚婴儿或者是给婴儿喂奶之类的操作。这是一个口袋，用来放手机之类的小物品。 这个电动呼吸机可以把净化好的空气输送到这个箱子里。通以后，这个检测仪可以显示安全舱内部的空气质量。目前的滤盒可以过滤 PM2.5， 二氧化碳是最需要关注的指标，防止婴儿缺氧。加油！嗯，几点了？